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我发现这个棚里边回音好大哈，每次我说话老有人跟我一块喊啊。这个说书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也没有别的手艺。小的时候上学啊，老师问同学们以后长大了干嘛呀，我们那班有20多人要当科学家，就是我说相声说书，要不唱戏也行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他们都没当科学家，我倒是说书唱戏说了相声，挺好啊，也算是一门手艺，不招灾不惹祸，不偷不抢，乐乐呵呵的啊，很快乐。尤其是我上面说，观众在底下说，聊着天挺好，人生很知足。咱们这回说这书呢，是苏三与王三，故事呢有点俗，但是要听进来就如同大铁钩勾着腮帮子，想跑都跑不了，谁跑就给谁蹬豁了了。上文书你们还记着吗？不记得。我记得。好，不记着的出去一下。说这位王景龙王三公子，在北京前门富春院花了3万两雪花银跟那嫖院，到后来让人家这老鸨子一称斤做个扣给 K 出去了。你听这词儿，给 K 出去了，让人害了，流落街头，惨了。那么大一个尚书府的3舍人王三公子，叫天天不语，喊地地无言，最后流落到孤寡老人院。当年这种地方呢还有一个名字啊，叫养妓院。那妓呢就是这个三点水一个旗，那个妓就是政府公派的啊。还有一种是收这个乞丐，收乞丐那个院呢叫悲田院，这都是政府出钱公益事业啊。咱们说孤寡老人院呢，大伙儿能听得明白，老人院，老人院这一大锅剩饭，老头老太太吃不了多少，他打着锅，我尝尝吗，给人都吃了，老头老太太高兴，哎呀，在这儿也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，瞧他吃东西啊比看喂猪还痛快呢，高兴，孩子你别走了，就留在这儿吧，正合他的心意。走上哪儿去啊，你们要能留我就留这儿，好好好，打这儿起就住在这儿了。平时没事呢还跟着干个活，刷锅刷碗，他哪干过这个去啊，弄得手上都是口子，那也挺高兴。平时没事呢跟老头老太太那这儿聊天，一眨眼可住了一段时间了，闲下来自个儿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弄弄坐那儿就哭，什么时候是一站的啊，老头老太太也劝他，孩子你有什么心事没法说，反正我这一辈子算是毁了，你说我老了怎么办，老了还跟这儿住着呀，你跟我们是一样的了啊，我们都是从别处来的，你大年轻就跟这儿资历深呢，那管什么呀，简短结说跟这儿住了好几个月了。这天又到中午了，该放饭了啊！他拿个大马勺给老头老太太盛饭，炒菜他是不会啊，人有厨子干活，端出来搁在这儿，他负责给盛饭。哎，王奶奶、李大爷、孙爷爷给大伙儿盛，盛完了等着，看看有没有回碗的，有回碗的再盛，再问两遍没人吃，剩下这是他的，拿勺跟这儿啊。威风凛凛，满面威风啊，等着呢。这老人院的门口有人打着过，这一过呢无意中瞟了一眼，哎，就看见他了，三少爷，
了声三少爷，他一机灵，哎，怎么呢？这么长时间了，已经没人这么叫了。王三儿、老三、小三儿喊什么都有，啊，三儿这都行。一喊三少爷，就跟拿雷劈了一下似的，嗯，愣了。一回头，这主进来了。真是你啊，啊，是我呀，哎呦喂，你让我说中了。谁呀？这主啊也姓王，是个银匠，打个银手镯银戒指，哎，银匠。想当初呢，三少爷他父亲在北京的时候呢，家里有活让他来过，所以说认识啊。三少爷，你让我说中了，什么味儿让你说中了呀？我就听人说了，说您留在北京城，3万两雪花银前去嫖院，我就说了，我说好不了，这么花钱呐，啊，早晚有揭不开锅那天。结果没想到你不光揭得开锅，你还有把马勺。哎呀，你讨厌你，王大哥，你别这么开玩笑。说归说，斗归斗，三爷这是怎么了？我这不就跟这儿一块儿跟老头老太太们这儿混呗啊？以后您有什么想法？我能够什么想法？我就以后就这个年龄段里边发展了呗啊！您可是尚书府三舍人，堂堂王三公子，你在这儿待一辈子算怎么回事？我在这儿还有口饭吃呢啊！出去没人管我。当初啊，您府上有点什么活啊，都找我。那会儿老爷子也疼我，也没少让我挣钱。现如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沦落至此，这样吧，三少爷，您上我家去吧，啊，上我家我管您的饭，吃得好吗？看您这个就玩笑了啊，怎么着也比这儿强啊。你嫂子又会做饭。反正不如您原来吃的好吧，反正家常便饭，想吃什么换着样给您做，上那儿去也比这儿强，家里有个热乎气儿。行，那我谢谢你了啊。哎，您别说这说这就远了。哎，把这锅刷完都弄完了，吃了口东西，跟老头老太太们打招呼，我得走了，有人接我来了。老头蛮舍不得，别走啊孩子，上哪儿去？你大哥接我上家住去啊，说那什么在外头他们不放心。哎呦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那你有功夫还回来给我们吃饭看啊？哎，我回来再来给你们表演来啊，跟大伙儿打的招呼还都挺舍不得。老头老太太扶着棍儿送他到大门口，把这三少爷送走了。这帮老太太老头后文书还有事咱们再说。这儿这王银匠王大哥带着王三公子回家，也住在北京南城前三门一带，没多远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大胡同穿过去，小胡同到了。这一进门呢，人家是两口子，银匠有一媳妇儿啊。你回来了？哎，我回来了。哟，这小孩谁啊？啊，来，三少爷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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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三少爷，您家这媳妇儿上眼下眼，丐帮的少爷啊！这个缺德娘们，你会说人话吗？不是，您看哪个少爷穿的跟卖零碎绸子似的啊？怎么呢？他也没有什么正经衣服，有时候在那儿老头老太太给一件半件穿，那也没有好衣服啊。当年的穷人多呀，后来这个衣服破了就来块补丁啊，那红的绿的各种色都有，零碎绸子。再破了就拿线连一连，有的时候实在线都连不上了，就蹬起来来个揪，来揪拿绳子一系，浑身上下都是疙瘩汤跟云吞似的。啊，坐那儿坐那儿，瞎说八道。这是那个王家那王三公子，哦，3万两银子，就没事就没事。这点事儿，北京城连河北地区没有不知道的。好，这就是他啊，就是他。呼，
哎，把狗都叫进来，快出去。嗯，倒口水喝。哟，早就听说三少爷大名了啊，没想到今天一瞧见，嘿，小伙子，行，挺好，会花钱啊，臊的，是这，哎，这好汉不提当年勇。啊，行行，挺好。这个，哎，家里的，你是跟哪儿被少爷请来的呀？哎，少爷都落在那个老人院了，我给他接回来，然后就跟咱们家住，跟咱们家吃啊。到时候他想吃什么，你给他颠背着。说你这个人呐，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，人家那是什么身份的人呢？是不是？贵族踏贱地，咱们这个小门小户的，怎么跟富春院比？是不是？你看人家穿的是不如咱俩人哈？但是你说这行吗？你别这么些废话啊！这家我说算，你说算。是你说算，你说算，他这咱伺候不好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三爷这赶紧，别嫂子，我来就给您添麻烦来了，您别那什么，您吃什么我就吃什么，我也没这么些事儿。嗨，兄弟，不要紧的，我这嗨，嫂子就这破嘴，不要紧的，没事啊，给收拾收拾吧。人家就这么两间房子，把这儿归置归置，靠墙角搭一小床，找的被窝，找的褥子啊，你睡这儿吧，就留在这儿了。还挺好啊，这嫂子呢，刀子嘴啊，豆腐心，其实人不坏，也热心肠，就是这嘴碎，有时候好说点这离奇话，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。这一眨眼呢，有大半个月过去了，啊，这时间一长了呀，三爷这毛病啊就露出来了，什么毛病呢？早晨不起，晚上不睡。人家家不行啊，人家正经老百姓啊，早上一睁眼这就起来了，这媳妇拾弄屋子做饭，人这男的得出去干活去，按现在钟点上午十点半之前三爷没起过床。你是人家这个出来进去的，你大小伙子也不干点门啊，一弄这儿起来之后呢，坐那先沏杯茶喝，沏完茶中午吃饭，坐在这儿，这个不好吃，那个怎么做，当年如何，搁谁谁受得了啊，到晚上不睡觉啊，自个儿跟这磨叨，要不聊闲天，给人大伙儿讲。这嫂子也不爱看他。赶上这天吃饭呢，这菜咸了。中午啊，拿筷子夹一筷子，嗯，咸了。那嫂子回头瞧他一眼，嗯，你知道我有多咸你吗？话赶话啊，这个事儿就是看你怎么理解，好多时候人跟人之间抬杠拌嘴打架都是因为这个怎么理解，你要不当回事儿也就不当回事儿，你这有多嫌你，你看我嫌你呢，过去就过去了，你看我多嫌你，你嫌弃我，这就没办法了，这就那句老话，该着死活不了啊，委屈了，把筷子撂去了，我不吃了。嫂子管你呢，爱吃不吃，不吃收了啊，人家收了，碗也刷了，菜也端走了，他坐着傻了啊，这中午的事啊，自个儿坐到一点来钟一赌气，我出去逛街去，要饭的打狗，穷性还不小，我出去逛街去，逛去吧，嫂子那摘菜没人搭理他，自个儿出去了，一出大门眼泪下来了，欺负我啊！我花了3万2银子，3万2银子没花人家家里边啊！啊，现在我落成这样哈，你那不是滋味，难过，嗯，难过难过呗，是吧？上街，这儿溜达那儿溜达，还有闲心逛街，你就知道他心多大。这儿看那儿看，一瞧前边，关帝庙，关帝庙供着关二爷、关羽、关云长，北京城关帝庙很多啊。这个武圣人吧，关羽在中国是一个传奇的人物，道教也争，佛教也争啊，家家都说这是我们的，所以说关帝庙特别的多。抬头看看关帝庙，供的是关二爷，亘古一人，彩色不爱，忠义无双，关二爷，我得进去给关二爷磕头，把菜做咸了。进来了，这庙不大，前后这么两进，
后院是正殿，打前面绕到后头来了啊，进来很冷清，这会儿没人，有几个闲散上香的出了进就走了啊。这是关二爷的神像，这边是关平，这边周仓啊。关平这儿捧着印，周仓拖着青龙偃月刀，正当中塑着这位关二爷的像，这儿搂着五柳长髯，拿着春秋跟这儿看。前面有一大香案子，神案很大很高，再往前面地上有蒲团，这一撩衣裳跪这儿了，看着关二爷眼泪下来了。二爷你管他们不管他们，太过险了啊！我那天追车没追上，永定河边上他们把我衣服给扒了，还给我捆上了，打惊去我睡着了啊！你我三万两银子都花那儿，您管不管？拿关二爷当派出所的了，什么事都跟人家说啊，说吧，说说心里痛快，叨叨叨叨叨叨，仗着庙里没人，嗯啊，说完了站起来，擦擦眼泪，这我就痛快多了啊，他们会有报应的，嗯，看看吧，这儿看那儿看，这会儿呢，下午呢，吃完饭的人就多了，陆陆续续的有逛庙的，有烧香的，陆陆续续院里人就多了。啊，他也跟着院里待会儿，正待着呢，又打着院门外边来一位，干嘛的呢？卖瓜子儿的。这个小孩打这一来，王三爷乐了，认识，叫金哥，十四五岁，啊，老挎一小篮子，里边是瓜子儿。这个之前在富春院就老有这孩子。买花生啊，卖瓜子儿，卖水果啊，老去都认识，去了也都是啊，这个三姐夫这个那个老喊，他也认识。今天突然间一回头，金哥，金哥是卖瓜子儿，打这过啊。三姐夫到跟前了啊，哎呦，金哥是你啊，我有日子没看见你了啊，你挺好的啊。你可不知道，我这些我可受了罪了，知道吗？我这心里边可难受了，这没看出来啊，还有闲心嗑瓜子呢。您怎么样？我不怎么样啊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三姐怎么样啊？你说说。哎，我们都听说了，一称斤，那老鸨子太坏了，就是他做的扣。那说了那什么。这个什么回家过生日啊，如何如何，都是骗您的，就为了把您甩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因为那会儿啊，当时没想到，后来啊，先一琢磨，您别吃了，您这心真宽。那、啊、后来呢？后来回来之后，三姐又哭又闹呗，说天天跟老鸨子打架，啊，您现在怎么样啊？啊，我看我这样你还不知道吗？是不是？反正我也落了魄了。哎呦，三姐要知道您这样得疼死。唉，我跟你说，金哥，今生今世我要能再看见他一面，见完了就死，我都愿意啊。可惜呀、啊、办不到了，富春院我进不去了啊。你说这事怎么办呢？别，三姐夫，真想见三姐一面吗？是啊，我给您送这个信儿去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我怎么谢你，金哥？没事啊，我老上富春院去啊，百花楼我也能上。我见着三姐一说，看她怎么说，回来再找您。您住哪儿呢？我住的那个王银匠，那个打首饰那王银匠，你我知道。哦，你住他们家了？对，今儿菜咸了。他那个媳妇儿，哎，挺好的，他就是嘴不好，人可好，热心肠。嗨，我跟你说呀，我今天都没吃饭，你吃我瓜子也不解饱啊！啊，那什么，你赶紧去啊，跟三姐说，我等他，你给我什么好消息，随时告诉我。行嘞，您等消息吧。打着就分手了。
金哥奔富春苑，一进门都认识，金哥来了，抓把瓜子吃啊，来俩花生，都认识他。这儿跑跑，那儿穿穿，有没有客人吃东西？出前院奔后院，进百花楼，直接上楼，一推门，玉堂春跟这儿坐着呢，满脸的愁容啊，怎么呢？净跟老鸨子打架了。那天这车一提速，就知道坏了。你们听，你们听，谁听你的呀？老鸨子这摁着，有丫鬟也摁着，这车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外就走，就到了一秤金的家了。到了就走不了了，就知道他们成心呢，又哭又闹没用，看着你。一待待了这么四五天，说没消息了，那回来吧，这才回来。回来之后，来在了自己的百花楼。老鸨子说什么都不对了，就是你为什么要害人？谁让你们做的扣？现如今我那三郎他在哪里？啊，那就吵架呗，矫情呗。老鸨子说的都没用，是我做的扣。我还告诉你了，现如今咱们这儿换天地了，你好好想想啊，擦胭脂抹粉换换新衣裳，带上朵花，咱们接着见新客人，要不然的话你就得死在这屋里边天天吵。到后来呢，这老鸨子都懒得上楼，在楼下站在窗户根底下骂街啊，这一骂街上面窗户就开了，茶壶茶碗往下拽啊，有两次砸的血都出来了，就闹得很不愉快。这会儿呢，金哥推门进来，玉堂春坐在这儿正生闷气呢，他进来了，三姐，金哥啊，哎呵呵，三姐吃饭了吗？不饿，来块糖吃。不吃，我这心是苦的，吃不下去，吃完就甜了。吃完之后我告诉你件好事。什么事？看一说你就乐了吧啊，快说什么事。我瞧见三姐夫了啊，站起来拿手一抓着手腕子，在哪儿看见的，眼泪就下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说。是我今天出去，我上关帝庙的卖瓜子儿，瞧见三姐夫了。哦，他怎么样啊？啊，那个什么，看那样受罪了没有啊？是，反正挺惨的。说句挺惨的，玉堂春坐下了，泪流满面。我就知道，他一个念书的人，肩不能担，手不能提，是肯定要受罪。这玩意儿，他还说什么了没有？他说他死之前能见你一面都行，见完了你当时就死，都认头。啊，他住哪儿了？住在那个就前三门这儿有一个银匠，就是也上咱这儿来过打首饰那个王大哥，住他们家了。啊，嗯，你这样，这开箱子，拿了几块散碎的银子，这给你。您这是你拿着零花，我不能要您钱，你拿着听我说，送个信儿，出去就赶紧奔王银匠家，找你这个三姐夫，跟他说，你就说我。本月十五关帝庙降香，你让他在关帝庙等着我，让他天不亮就到，等着我，我有心里话要跟他说。你做得到？您放心，我这钱我不能要，你拿着，快去快去。小金哥这儿出来了，奔这个王银匠家，到这一瞧呢，半夜回来了啊，转了一圈没地儿去呀，回来了，放没大眼低着头进来了。嫂子，你干嘛去了？逛街去了。饿不饿呀？吃瓜子了。那现在坐着吧啊，晚一块吃吧，中午的菜是有点咸啊，那个待会儿剁两颗白菜接着熬着吃吧啊，那就喝水吧啊。这正说着呢，金哥进来了。三姐夫，三姐夫，哎，金哥你来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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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见着了啊，说什么了？十五，本月十五，让
上这关帝庙降香去，让您上等他，天不亮就去，有心里话跟你说。哦，好好好好好好，你这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哎，好，金哥走了啊。王三爷问这银匠这媳妇儿，嫂子今儿几儿了？初二。哦，明儿就十五了吧？你这糊涂了啊，还早着呢。哎呦，明儿要是十五得多好啊，度日如年。等着啊，等着到十五十四这天，玉堂春告诉丫鬟，去把妈妈给我叫来，老鸨子跟宁波正运气，怎么呢？这两天呢，窗户底下骂街都不敢了，为什么呢？已经开始啊扔桌椅板凳了啊，不敢去，差点没砸死，这怎么办呢？正犯愁呢，小丫鬟进来了，三姐请您。啊，请我？他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拿着刀了吗？怎么的，我去了别弄死我呀。没有，没有，我看那个眉毛眼挺舒展的，好像也不是像前几天似的乐么丝儿的说让妈妈来一趟，哟，他就是想开了吧？啊，我去，我去！站起来，由前院奔这后院上百花楼，走这几步啊，就跟扭大秧歌似的，打楼底下就喊：“闺女哎，麻的肉哎！”上来了，一推门，闺女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进来了，玉堂春站起来了，妈您来了，哎哎嘿、哎，别那么客气，别那么说，快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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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前两天我心情不好，说话有个合适不合适的，你可别变，你闺女你这叫什么话？妈妈可贱了，知道吗？你这渣，你骂我我多痛快啊！啊，哟妈，瞧您说的，真会说笑话。不碍事儿，闺女，只要你开心啊，你想怎么骂就怎么骂，别耽误吃饭就行啊。那个什么事儿啊，哥？哎，妈问你点事儿啊。当初有一个王景龙，王三公子，您记着吗？我记着，哪能忘了他？他不是走了吗？嗯，三万两雪花银扔在这儿了。这人也没了，我想来想去，我也不是为他一个人活着，这篇儿掀过去了。老鸨子站起来咕噔跪下，咣咣磕仨头，奶奶您这是要成神仙呀、啊、你这就对了啊，你这谁开导的你？我看看他去买点什么瞧瞧人家去啊。不是，我这个谁也劝不了，就是我自己悟出来。对对，姑娘太对了，不是为他一个人活着的啊。那你说怎么着呢？哎，我刚才瞧了瞧黄历，明天是本月十五，我想去趟关帝庙降香去，求关二爷保佑我。我回来之后，之前这个就永远不会再提了。我好好调整几天，我捯饬捯饬，换换新衣裳。妈，您给我弄点新首饰，咱们该接客接客。日子还得过呀，哟，以后我管你叫干妈，知道吧？闺女，你太疼人了啊！快点来人呐，快点炒菜做饭，你赶紧呐！先炒烹炸梦里奥顿呗啊！好，摆一大桌子，娘俩坐这儿还倒杯酒，玉堂春谈笑风生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啊，宝宝子很开心呢、啊，安排吧。转天安排俩丫鬟伺候着姑娘关帝庙降香。转过天来说我要去烧头骨香，凌晨四点，现在钟这儿说，就打这个富春院就出来了，俩丫鬟跟着，就来在了关帝庙门外。姑娘吓了笑，都在外边等我，我进去上香，我出来咱们就回去。哎，好嘞，姑娘，我们搀着您，不用跟关二爷我说着心里话，你们在旁边不方便啊，等着我。好嘞好嘞好嘞，这都等着他进来了，直接
就奔大殿。关帝庙并不大，推开门进来了，把门又带上。啊，这个案子上边点着胳膊粗的蜡，而且外面这会儿是蒙蒙亮。啊，瞧了瞧，只有这爷儿仨在。关二爷带着关平，带着周仓，王三公子没来。哟，心说他哪儿去了？说好了呀，今天十五，我来降香，他带着我们夫妻团聚，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他不是出了什么意外了吧？坏了，这怨我，我应该让金哥啊，那天给他带点钱来。是不是这两天没辙了？有什么事？哎呦，急死了！突然间听见打呼噜的声音，关二爷还没起呢，想不像话呀？泥胎塑像啊！摘着耳朵一听，声音是在这神案底下。绕过来一瞧，果不其然，王三公子在这案子底下了，在这儿睡三天了，实在是等不了了。哎呀，怎么还不到啊？打十二跟家里边就待不住了啊，每天上这儿睡来，白天回去吃饭去。银匠两口子说，你这不瞎折腾吗？这不是，我那得去啊，我得去，万一他看错了日子早来了呢。等来等去，终于等到这会儿，他睡着了。这会儿听脚步声音，这一抬头，三姐打底下钻出来，抱头痛哭啊，就那个委屈，俩人啊哭了一会儿。玉堂春给他擦擦眼泪，别哭了啊，别哭，我也不哭了，不是哭的时候，不是说话的时候。拿过一小包来啊，给你这个，这里面是两锭黄金，你要听我的，如此怎般，怎般如此，差一步都不对，听我的不听，我听你的啊，我听你的，行，没问题，你放心吧。好嘞啊，就这么办了吧。三姑娘转身出去了。玉堂春聪明，脑子也好，心眼也活泛，这儿出来了啊，回去吧，上完香了，哟，真快，好家伙啊，来吧，嗯，上轿回去了。他这一回去，他走的时候天蒙蒙亮，回去呢大伙儿也都起了，老鸨子还等着呢，回来了闺女，回来了，哎呀，起得猛点了，困了，我睡一会儿，喂，补补觉，快去快去啊，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吃饭啊，回百花楼啊睡觉。再一睁眼呢就中午，这儿给炒菜做饭，这个咱们不提，回头再说。王三公子啊，出来之后打开包，两锭黄金，先找了一银铺，这个金子比银子值钱呢，让这儿呢把这边儿搅下一块来，拿这金子边儿换了好多银子啊，一定要听三姐的话啊，哎呀，我要如此怎般，怎般如此，他去准备去了。这边呢一秤金，陪着三姑娘这吃饭，闺女酱香挺好的呀，嗯，头一股香没人，我头个去的，真好，真虔诚啊。跟关老爷那儿许什么愿了呀？嗯，我把这心里话都说了。王三走了，也算他无情无义，我二人恩断义绝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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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今往后，我不认识他，他再进富春院，我再接王三公子。让富春院一把天火烧了他，家破人亡。这闺女这个起誓没有拿别人家起誓的，你说就说你烧着我干嘛？这里头不管，反正王三再来我也不接他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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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闺女说的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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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那个打算什么时候那个咱们就见客了呀？缓两天，缓两天，这些事睡得不好啊，缓几天
觉得舒坦了，我再捯饬捯饬，归着归着，我给你又买了新的了啊！单还首饰，妈买新的了啊！行，再等两天，不差这活，没事。哎呀，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，咱们也得找那好的客人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答应了就比不答应强啊！老鸨子心说，三天五天十天半个月，那算什么呀？没事。一眨眼，两天过去了。这一天，第三天，中午，富春院门口这几个伙计吃完了饭。坐在春凳上聊天呢，春凳啊，就大户人家有那个，您看这个高台阶儿，石狮子，几凳台阶儿，府门门口有那个长条凳子，一般放一对儿，那叫春凳。家里边管家伙计没事跟上面坐着，脚放上面翘着，哎呀，坐那等着，这来客人了，您哪位？您找谁呀？哦，那您这坐会儿，我给您回禀一声去。客人跟这坐着等着，那凳子叫春凳，春凳上。这几个伙计坐着刚吃完饭正剔牙呢，就听这胡错口啊，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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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驾驾驾驾驾，大车响站起来了，门口两辆大车，在大车头里边有一匹高头骏马，马上坐着王三公子，头戴宝蓝缎子纹身公子巾，身穿宝蓝缎纹身公子裳，腰系丝绦，脚下粉底的缎靴，一把金扇插在脖子后头，这手拉着丝缰，这手拿着马鞭，这嘴撇着斜着眼看，身后跟着一大帮人啊，看穿着打扮都是使唤下人，这两辆车上大箱子都装满了，都贴着封条，王三爷勒住马，斜着眼瞧着，这几个伙计都傻了。是他吗？是。哎呦喂，三姐夫回来了。三姐夫回来了。啊，怎么了？看这样不一样了呀。这两天三爷干嘛去了呢？三爷做准备工作去了。洗澡换衣裳准备一切应用之物，二十几岁的小小子捯饬干干净净漂亮亮，本身骨子里的气质在这儿啊，又雇的车，准备了好多大箱子，箱子里边装着各种的砖，贴好了封条，买箱子人都以为他装银子呢，没想到完事告诉买砖，这装哎，您这装装装，砖装好了，锁好了，给您钥匙，他把钥匙顺着地沟眼都扔了，啊，都准备齐了，又雇了点人，你看都是管家下人啊，跟着一块应一天活，骑着马来了，这伙计们扭头往里边就跑，找老鸨子去，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点快点，干嘛呀？要疯啊你们？要死啊？嚷嚷什么呀？王三公子回来了啊！回来了，怎么着就找他们打架来了？不是，两辆大车，车上全是箱子，看着意思装银子的，穿得干净漂亮，骑着高头大马，比当初来那会儿啊还威风，是真的，比原来那会儿还胖了呢。这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怎么呢？他当初在这儿，虽然说有的是钱，他不好吃东西，这儿叨一口，那儿叨一口，这个咽不下去，那个不好吃，反正一天到晚除了跟楼上睡觉，他没别的事干啊，精神状态也很萎靡，啊，这些事跟外头你想风吹日晒，一顿饭吃五碗面条，他能不精神吗？这个壮啊，大脸盘子，啊。再加上这股子邪火顶在这儿，他是看着不一样。老鸨子迎出来了，离老远一瞧，哎呦喂，三爹，三爹您回来了，哟，快快搀起来，搀起来。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心里说我混蛋了，我没想到啊，他是三万两银子扔这儿，他走了，他爸爸是做官的呀。
人家一扭头一想办法就是银子呀，啊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这事闹的啊，呀，可是三爹您回来了，您这是干嘛去？你给我住手！我再看不透你，想当初30,000两雪花银票院，你把我轰走了，哈，得亏啊，我们家有点家底儿，我二次里又弄了80,000两雪花银，我来就告诉你一声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见你们这些势利的小人了，我要回南京，您不能走啊！老鸨子上来抱着大腿，一帮丫鬟过来，把马上给三爷抬下来了。啊，卸车卸车，卸还搁那屋去？之前不有个屋子装着银箱子吗？啊，干活呗。这一打，哎呦我的天，太沉了，80,000两，80,000两，抬吧，都马到那屋马好了啊。来到大客厅，三爷供上了，坐在这儿啊，吃吧，炒菜呀，水果啊，点心啊，烧黄二酒，应有尽有，好比原来还丰盛，都摆上了啊。您坐会儿，三爷您等着，我请三姑娘去，出前院，奔后边百花楼，这一推开了，三奶奶，辈儿都上去了。知道吧，三奶奶，老鸨子打底噔噔噔噔噔噔上楼，推门进来了，三姑娘没回头，心里说准知道啊，他设计的，坐在这儿也不说话，老鸨子过来，哎呀，闺女你猜怎么着啊，我们那三爸爸回来了。哎呦，王三爷回来喽，太好了，您赶紧瞧瞧他去吧。谁呀？王三公子啊，你那朝思暮想的三郎回来了。王景龙啊，对对对，我们呢不敢说这个名字，身份不够。嗯，王三爷回来了，不能见。怎么不能见呢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有点良心没有啊，是不是啊，人活一世是不是啊，咱们可不能那样做人啊，赶紧见见去。妈呀，关帝庙我起誓了，王三再进这个院，富春院着火，我再接他，你家破人亡。闺女那都是封建迷信。我天天起誓了，哪回灵了呀，是不是？那不就说笑话吗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妈求你了，哎呦妈的宝，妈的肉，哎，赶紧救命吧。我不去，我说了我不再接他，我接的行不行？我算我接的客，不然我把他送给你行不行啊？哎呦姑奶奶，我求你了。老鸨都快哭了。三姑娘心说呀，我得给你问瓷实了，省得之后咱们再矫情。我问你，你说好了我去见他，是你接的他，是我接？我接的呀，不说好了我接客了，我接的王三公子啊，完事这不是那个把他转送给你了吗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要是应试有倒霉，倒霉我活该，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。行，头前带路。哎哎，您跟我来。又打上边一步一步下楼，绕到前厅，这一进来，三爷一回头瞧见了玉堂春姑娘，点点头，俩人心照不宣，坐在这儿了啊。老鸨子过来了，哎呀，金童玉女，哎呦，天造地设一对小瓷娃娃喽，这个好啊，说吧啊，把他会的这些成语全说一遍，这俩人你瞧我，我瞧你啊，也没人搭理他，叫这些丫鬟们姐妹过来弹唱歌舞，整个的就折腾了这么一下午。三爷看折腾差不多了，端起水来喝了口茶，行了，也别闹了啊，哎，怪我年轻啊，想不到人世间果然有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
我就瞧了这一场，跟看戏是一样的，恍如春梦啊。哎，我也瞧见三姐了，得了，看看我就踏实了，待不住，我还得走，我得回去，因为这回这8万两银子啊，不敢落在外头，搁在这儿呢又得花了，因为后边还有好几笔呢，有一笔12万的，有一笔35万的，啊，陆陆续续呢，我得把银子都得押回去，银子往这儿发的话，你也没地儿搁啊，我也别找事，有地儿搁，有地儿搁，嗯。三爷，您怎么了？这就是您的家呀！那天呢，我跟您说，可不怨我们啊。那个，您回去不是锁门去了吗？这个车呀，一出一上前门大街呀，这骡子这眼睛了啊，我们都拦不住啊，就跑下去了。然后满处找您，找了又找不着啊，我哭了都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给急得我直撞头。哎，你看我这还扒拉还有呢，扒拉是楼上扔下凳子砸的。瞪眼说瞎话啊！王三爷也不看他。走，天不早了，我这走，不早都不走。哎呦，三姑娘等着您呢，来，你们孩子们快来呀，这搀着三爷三奶奶快上楼歇着去吧。一大帮人簇拥着小两口出前院上百花楼，所有人都退去了，门上一关，两口子抱头痛哭啊。三姐，三姐，我没想到今生今世啊，我还能又见着你啊！哎呦，我这太想你了。于堂春说呀，你快坐下，咱俩来好好说说吧啊！自从你走后如何如何怎样怎样，全说了一遍，那天在关帝庙没来得及说啊。三姑娘把话全说了，一边说一边哭，王三爷也哭，又把自个儿的经历说啊，一边说一边乐，是啊，他经历的就好玩啊，啊，姑娘一会儿乐一会儿擦泪啊，说了大半宿，都说完了。公子，之后怎么样？你想好了吗？我就想问你这句话，之后怎么办？咱们的箱子里是砖，啊，什么时候一开箱就算完？您说怎么办吧？你有办法没有？我敢出主意，我就敢管到底。你今年多大？你怎么不21啊？嗯，好，21，你不是街上的乌了悠，你也不是地痞，你是正经好人家的孩子，你是念书人的后代，你是宦门之后，你是忍心就这样混，还是说在北京城随便沦落在哪儿，干点什么都行，这样弄一辈子吗？我不想。对，你家中还有父母老家，你有哥哥姐姐，你是有家的人，你跟我不一样。你无论如何回趟南京，你哪怕要了饭，你应该回家，让你爹知道你还活着。列位，家有贤妻，丈夫不做横事儿。玉堂春好样的，你得回去见见你父亲，把话说明了，老头那儿打也打得，骂也骂的，这篇才能掀过去。这篇过去之后，你要用心攻读，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大比之年进京赶考，得中一官半职，你才能娶我，我才能跳出苦海啊！要不然咱们俩人是白染一水。说话就在理上了，三姑娘把话汤汤汤汤一说，王三爷一边擦眼泪一边点头，对对对，你说的我太惭愧了，活了20来年，我就是个废物啊！气呀气呀，我听你的啊，我那个我走，我回家啊，我明天走，对，你就得明天走，夜长了梦多，知道吗？嗯，这样吧，这个楼上啊，金盘子玉碗。银子这些东西都是当初你花钱弄的啊！我准备了一个口袋，都踹扁了，装在里边好拿。带在路上，你也是个路费，你这整个的壶碗怎么拿呀？对不对？咣咣，俩人跟这儿都踹扁了，口袋装好了，记得了。明儿早晨起来，趁着天不亮，背着就走。啊！到家之后，老头说什么都听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放心，这个我记着，我记着，嗯。那你什么
天可快亮了，我知道。刚才说话的时候就四更天了，这会儿快五更了啊！五更之后他们就起了，就能干活了，你就走不了了。王景龙，我还有句话要问你啊，三姐，你说什么话？此一去山高路远，回了南京之后，倘若你另娶一人，我又当如何？这话说的对呀、啊。你回家结婚了，娶媳妇了，我们这算哪一道啊？姑娘聪明啊，每一句都问到了。王景龙撩衣裳跪下，天打五雷轰啊！我这一辈子哪怕我一个人过日子，我也不会再娶别人，我一定要娶你。行嘞，但是我走了北京城，你又接一人，我又当如何？玉堂春乐了，你放心，我这一辈子就跟定你一个人了啊。上有苍天，下有后土，中有良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好嘞，两口子抱在一块儿，痛哭一场，洒泪分别。王三爷背着这金银口袋，楼上下来啊，趁着这个天没大亮出来了。姑娘睡觉吧啊，再一睡再睁眼就快中午了，一宿也没睡觉呢啊。这一上午没人敢叫门，都等着呢，连老鸨子天刚亮就把厨子砸起来了，炒菜做饭快啊，洗水果的剥瓜子的赶紧都干活沏茶，把所有人都叫来等着伺候三爷啊。三爷三奶奶起床之后咱们伺候着，从天蒙亮着开始等到中午吃中饭。说丫鬟你上去瞧去吧，小丫鬟才上来敲敲这门，姑娘您醒了吗？玉堂春才醒，进来吧。这儿进来了，哟，那个姑老爷，哟，就您一个人啊？什么呀？哎，姑娘，说那三姐夫，哪有三姐夫？哎，怎么昨儿送来了？完事，哎，这屋里边啊，整个连桌子上、茶几上。早先大盘子金壶金碗一上来之后显得富丽堂皇都没了，都哪儿去了？什么呀？不是您别进，我哎呦喂，小丫鬟跑出去了，妈妈哈，别这喊喊啊，吵了三爷睡觉，不是您就没了，三爷没了没了，那人找不着了，屋里边什么金壶银碗了什么都没有了啊。老鸨子就愣了，那脑子快，撬箱子看看，撬箱子看看，哎，对对对，赶紧来到这屋啊，烫烫撬，哟，这青砖，那个烫红砖，那里边那个烫，哎呦瓦。老鸨子这气，我这盖房呢，两辆大车拉了这么些砖瓦是干嘛呀？有一个伙计，我估计是太爱三姑娘，要把百花楼接出一块来。你给我闭嘴，上了当了。老鸨子跺着脚骂着街，打前院出来奔百花楼，把门推开。玉堂春，玉堂春，怎么回事？你做透了，你这憋着害我呀？老太太什么吃过这个亏啊？啊，我那屋东西都没了啊！这你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啊？姑娘坐在这儿，就刚才这一会儿的功夫，玉堂春已经收拾好了啊，袖子挽上来了啊，腿底下腿带子扎好了，衣服的大襟撩起来了，憋着打架呢啊，都准备好了，等着他呢。干嘛？干嘛？王三呐，王三呐，你问谁呢？我问你啊，那不是你接的课吗？我接课我没留着呀，我不转送给你了吗？我没要啊，轰出去了。哎，不是你轰出去了不行，嘿，这话不是这么说的，不是那那东西都哪儿去了？东西我哪知哪儿去了啊？东西怎么了？不是，就是他当初他跟咱这花了三万两银子，他打造的那些，那就是人家的呀。那不成，你们这玩意儿，我跟你拼了！老鸨子疯了，往前就
这个打架这姿势，他要来个羊头，什么羊头？拿脑子撞，我跟你拼了！一低头，姑娘早准备好了啊！一闪身，拿手一抓头发，砰！这打架要抓头发呀，比拧胳膊好使。你琢磨拧胳膊太有劲儿啊，连撕吧再使劲呢。你拉住头发之后，这个人就受你控制。为什么我到现在都啊？你这想抓我门儿也没有啊！哎，我一看你烫着头呢，哎，方便啊！姑娘也狠了，一把揪住了，把腿抬起来了，啪，拿磕膝盖撞这儿。老鸨哪吃过这亏？这一下啊，脸就懵了，这鼻子又酸又疼，血都下来了啊！俩人从门里就拧到门外，到了这楼梯口，俩人轱辘下来了。啊，呜，到底下这抓起来啊，撕吧起来了。打屋里出来到院里边，有打后院就打到前院了，没人敢拦啊。一个是老鸨子本家老板，一个是院里边最红的姑娘啊，他俩打架谁敢搭茬啊？只能是哎，别，都往后让，这一让啊，有打院里边让到大门口了。到富春院的门口了，姑娘还不干，咱俩上街说去，喝出去了，又打胡同口出来，前门大街，那些个游客呀，那年头这就热闹，做买卖的，两边的摊贩、做商啊，连街坊四邻，好一街两巷全出来了，能不看吗？富春院啊，北京一流的妓院，那老鸨子打架。跟他动手的这个是头牌的玉堂春呐、啊，多数人呢就知道玉堂春没见过呀。听说今天这娘俩打起来，撕巴起来，参观参观吧。前门大街人满为患，哎呦，俩人这通撕巴呀啊！大伙说，这谁皮上筋？那个玉堂春，哎呦，玉堂春长得这么丑，你说那是老鸨子？这个是玉堂春哦，这是玉堂春啊！嘿呀，他这么好看，那怎么那么寒碜？这么寒碜还敢大好看的啊？过去光给老鸨子来一脚。好家伙，这街上连地痞流氓都出来了，都帮着玉堂春说话啊！住手，你住手！老鸨子这低着头挨着揪挨着打，后边不止谁，咣咣给几下。这住手！我没动手，我动谁了我？啊！玉堂春这儿来着，列位。老少爷们儿啊，咱们都街里街坊的，都是前门大街这儿的啊。我有几句话，我想说说，您各位给评评理啊。大伙儿好，好姑娘一说，我们听你的，我们帮助您啊，没问题啊。你撒手，这我没动手啊。我叫周玉姐，啊，她叫一秤金，他们两口子买着我到这儿，但是这么些年来，实话实说，我也没接游客。想当初来了一位。南京的王三公子，三万两雪花银都扔在他这儿，你们都知道吧？我们都听说了。结果三万两银子花在这儿了，他们把人赶走了。赶走之后，二次里三公子又带了八万两银子回来。昨天他们接来的，现在天亮人没了，分明是图这八万两银子，图财害命，把三公子杀了。老鸨子哭啊！我就够能说瞎话的了。闺女，天地良心呐、啊！我也没见八万两银子，我也没图财害命。那你说，王三公子哪儿去？我不知道啊！一帮坏蛋，嘎小子们，哼！你还敢杀人？你还敢杀人？这咣咣，打的老鸨都不行了。哎呀，救命啊！我活不了了。列位，你们说我冤不冤？冤呐！支持玉堂春，支持苏三啊！那个老鸨子，你说说，列位，你不说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说呀？我啊，那个姑娘，你打算怎么着吧？列位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一个人独居百花楼，因为那是三爷给我盖的，我自己在那儿住。完事儿，我也不接客，我也不见人。什么时候嫁人为止，你们给我做个证，都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姑娘，空口无凭，找纸写写写。真有好事的呀，打旁边买卖家拿来笔拿来纸，有会写字的，我给写啊。
立字根，谁谁谁如何如何，打这起独居百花楼啊，任何人不得干扰，怎么怎么样，怎么怎么样，一直到嫁人为止啊。周围这帮人还传阅一下啊，就你来看看，都看看啊。那个说了，写上点，那个嫁人之前所有的挑费吃饭都是一蹭金出啊，给写上写上。老鸨子这气，我掉恶狗村里边了，一个向着我的都没有啊！哎呦，这可怎么弄啊？写，写完了，拿过印油来啊！旁边买卖家借的，与唐春摁手印，你也摁。有人拿着老鸨子这手啊，给他抹上印油，摁。哎呀，不是好人，他摁六个，哦，六指的又一个啊，都弄完了啊！一帮人把这老鸨子给押回来了，临走到门口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都看见了，都是证明人。以后隔三差我们来监督你，知道吗？你不许害人。老鸨子说：“我害谁了？这是。”打这儿起，玉堂春独居百花楼，就等着再见王三公子。话分两头，再说这位王三爷，这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宿，回在了南京。到南京，这心都到嗓子眼了，远远的看见自己家的府门，不敢过去。门外边有树，躲在树后。我们家到了，可是我怎么进去呢？啊，哎，出了人了，谁呀？王定，就是当初先回来的那位大管家，王定出来了。哎，定，王定说：“谁跟我们开玩笑了？”先看看院里没事，跑过来的三爷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好，你可回来了。那个家里怎么样？家里还都挺好的啊。那个我父亲怎么样？老爷子挺好，挺结实，天天练武啊。我爸爸是文官，练什么武？他憋着打死你。三爷，我真救不了您，您现在要进去三条人命。怎么三条人命？这个你得打死啊，老头得气死，我得吓死。又缺德的哟，兄弟你可回来喽，要了亲命啦。打后边出来，一眼瞧见是自己的兄弟，抱在怀里放声痛哭，正纳闷呢，就由打外边扑通一声，王三爷跪那儿了，由打正厅门口磕膝盖荡脚走，跪爬着进来了，眼泪哗哗的。爹呀，不孝儿，我活也来了。眼瞅人越来越近，到跟前儿，这一抬头，老头一瞪眼，认识自己的三儿子，朝思暮想啊，这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！哎呀，一拍桌子站起来了，眉毛都拧起来了，儿子你回来了。更多相声音频下载，请百度搜索"捧逗网"。